这个虾一个巴掌都装不下，多了一块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听说虾皇20周年庆推出了超大个的五星大虾，咱们去尝一尝啊。美女，听说咱们虾皇上了一个很大的龙虾，是不是啊？虾皇啊，20周年庆，这次来我们推出了五星品质的龙虾，大的呢有手掌大，公的有1两以上，母的都有9千以上。这么大个吗？对呀，并且是我们潜江的优质品质虾。潜江的虾您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对，这叫虾子叫鳃白，肉嫩，都是那个稻田里的是吧？对，然后特别有弹性。这个大虾有这么好吗？当然啦，有个奥运冠军就来吃过。哦，特别好，点赞了。所以叫冠军五星大虾。对，我们虾皇20周年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做的这个冠军品质大虾来送给我们的粉丝们。虾皇都20周年了，一晃太快了。来，五星大虾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头真的不小啊！试一下，真的有巴掌大了。来，哎呀，两份儿，太可以了啊！这公虾母虾咋分呢？哎呀，这个钳子大的是公虾嘛？哦，母虾也有。哇，真的大！新品啊，甜麻香辣虾。这辣是腊肉的辣是吧？对，是腊肉的辣。哎呀，甜麻香辣，这个虾的品质也大呀！哎呀，对呀，都是大虾。哇，看看这虾的品质，好大呀，一个都有1两多。看看这腮都是白色的啊，真的是清水虾呀，真是漂亮啊。嗯，这个肉啊又嫩又鲜甜啊，我以为这么大虾肉会很老呢，一点都不老。这汁里边还有姜呢，这太过瘾了。这个品质啊，在一般的店里边就是那种极品的，他们都卖500-600，他家卖不到200啊。嗯，是啊，十里铜粉呢。十里铜粉。嗯，小龙虾的虾钳子里有这么大一块肉，你说这小龙虾有多大吧？小龙虾吃出大龙虾的品质了。这个是他家新品啊，叫甜麻香辣虾。哎呀，这个品质也是嘎嘎大，看到啊，是用腊肉烧的哈。腊肉就是被称为阳光的味道，就是阳光照射我的腊肉嘛。这个味型很多人能接受得了，但是不是特别那个麻，也不是特别辣，因为它带着这种辣香味儿，就腊肉这个香味儿。因为湖北人还都喜欢吃这种腊肉，你看这里加了腊肉，是吧？虾皇不愧是20年的老品牌了，虾子品质好，味道做的也好，虾子个头又大，有喜欢的可以过来试试啊，而且价格不贵。